啊，这兜兜其实有点危险的。是，还好小夫看起来还顶得住，因为他进去篮下卡位，一下子的冲力也是有点大。对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往那个方向前进的。嗯。哇，现在裁判，现在到底场上几个人呢？刚刚场上有六个人。对。可是因为，哇，九里教练他在坐飞机吗？哦。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 ，OK。我发现了，对，还没开始，应该对，裁判的球还没有去交到发球球员的手上，所以其实还是死球的时间呢。